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这个去年刚当爸爸的阿扁，他也到了来到这个发茶园林店。要不要介绍一下扳手？对啊，来开箱一下。彰化的鲜麻糍啊！天啊，这个很有名的，这个超有名，而且很难排哦。一道三号。天啊！瘦肉的鲜麻糍，太酷了，鲜麻糍。我没有吃过哎，哇哦！哇哦，天啊，阿扁人太好了，这个应该是他妈妈去排的。就是。彰化名，彰化随便买都买得到，真的吗？不用排队，不用排队，一个没收钱。对啊，我们我们也研究过，一盒200块，一盒200块。哇，天哪、啊，感谢阿扁。红豆麻薯、花生麻薯跟瘦肉麻薯三种口味，太棒了。旁边的那口味念过一遍，成分念过一遍。哎，我们快点！网红就是这样子开箱的。你怎么那么了解？阿扁，我们已经做了40分钟，都还没开始点。我听你在放屁，我不相信。我们真的还没开始点啊！真的吗？对，我们现在还在选餐。对，我们在聊天啦，在。